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Hello, Buddha Bhada, Sisi.要成为一位标准的佛教徒，必须要皈依三宝，分别就是那皈依佛、皈依法以及皈依僧。日常生活当中要持守好五戒的话，也就成为的是优婆夷、优婆塞。那大家一切跟阿片提了个阿弥陀，五不内的是罗行。在家居士除了持守五戒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戒教，就是布萨戒。就依缅甸的月历而言，我们每个月呢是有四天的布萨日，那么就在这四天呢是要持守的是布萨戒，巴利语乌波德塔西拉。持守布萨戒的项目一共是有八个，比五戒多出了三项。各位要持守布萨戒的时候，五戒当中的不邪淫呢，就变成是不淫了。持守五戒的时候呢，丈夫以及自己的妻子是可以进行娱乐的。但是各位一旦持守布萨戒的时候，那一天是不宜跟自己丈夫或妻子娱乐。不进行娱乐的行为叫做是犯行阿布拉玛加利亚。布萨戒第六项呢是过了正午之后，各位就不能进食，持守过午不食戒。而第七呢是米扎提达瓦提达，而米扎呢它的意思是跳舞的意思。持守布萨戒的时候呢，禁止跳舞。提达是弹奏的意思，瓦蒂达是吹的意思，意思是说自己也不能去跳舞弹奏，也不能呢使唤人家跳舞弹奏。持守八戒当中的维苏达德森纳，就是呢不能观赏，也不能听歌。还有呢下一句马拉甘达，假如是自己是女生，也不能呢是摘花戴在头上，也不能涂香。而下一句的巴利文是 Vili Bana， 是化妆的意思，各位也不能化妆。第七项的内容是比较多，不能跳舞，也不能弹奏，也不能是观赏的，也不能使唤人家，也不能带花涂香，也不能是化妆的。而第八呢叫做是 Oja Sayana Maha Sayana。 Oja Sayana 是高处，而马哈斯耶那是广大的尊贵的地方，所以呢持守八戒的时候呢不能坐在高椅子或者是尊贵的椅子座位。在持守八戒的时候呢不能坐在高椅子，它的高度呢不能超过一肘又一掌，假如超过了，这就是所谓的呢是高椅子的高处。而尊贵之处呢，它所指的是老师的座椅、师父的座椅、父母使用的床铺，各位在持守八戒的时候呢不能使用，必须要远离。而以上所说的呢是布萨八戒，假如每天要持守布萨八戒是非常好的，假如呢是每天没有办法呢持守，每个月呢要持守四天布萨日的时候要持守布萨戒。五戒是每天都要持守，
而八戒呢是每逢四日的菩萨日的时候呢是可以遵守八戒的。假如自己是身材是比较肥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持守八戒，借由这种持守八戒也可以减肥，这也是减肥方法之一。以上的内容呢是针对于一位居士应当要持戒的内容，持守了这些戒律的话呢，也就成为了一位标准佛教徒。布达萨萨南，布达萨萨南，吉兰德德杜，吉兰德德杜，布达萨萨南，布达萨萨南，吉兰德德杜，吉兰德德杜，布达萨萨南，布达萨萨南，吉兰德德杜，吉兰德德杜，萨。Ah.